唱得好。哎，一半就行了啊。好好好啊。哎呀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自个儿约的炮，自个儿还得把它打完吧？我的天哪，钱我是指定要给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该说不说的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如果从一个很那个什么的感觉上来说，我觉得你们是特别感谢，但是有一点呢，你让我损失很大，你知道吧？我跑了好多的人气，你们这种就是说这种唱法让我感到了就是说另外那个唱法，你让我想到了我的师傅，但是不，你们还是不错的灵魂歌手，灵魂歌手，加油吧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们的情谊我收了，好吧？来，兄弟们，酒道上好兄弟，唱的好与不好并不重要，而重要的是这份情谊。哎，不唱了，哎哎，钱都给了，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哎，不唱了不唱了，哎，差不多了，不唱了啊。送一首嘛，送一首。哎，不送。你刚刚说了嘛，唱一个送一个嘛。哎，不，给多少钱了那个？你刚刚说送一首嘛，送一首。哎，不送了。吹个葫芦丝。啊？啊，吹个葫芦丝吧，啊，吹个葫芦丝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我没喊开始呢。来吧，去。感谢 thank you 啊，我们的友谊已经很好了啊，非常感谢，辛苦了啊，勇气可嘉，勇气可嘉，勇气可嘉啊，OK，那就这样也行啊，我看。